呦，各位，这个是珍贵的史料哦。好 ，Peter Pan 之友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看过这样的毕书尽吗？那么呆萌，还戴眼镜。哎，你刚声音怎么了？刚刚是好。你看你这头发，现在各位不会再看到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十几年，哎呦，真是我哎！天哪，谁人无过去？我怎么会这样都没变呢？好棒哦！真的没变，哇，都没变嘞！哇，你看2016年，说话哥还是一样的挫。没有，不会。好，然后你看2016年，当时你来这边最大咖，你展现体能是超厉害的，还是坚持？对，现在还可以凹吗？可以吧，可以还可以吼。现在是直接凹断就对了。没有。对，然后你看我们的2013 HITO 流行音乐奖，你站上舞台跟小雨一起同台。然后呢，担任我们的颁奖人，所以呢，这么多次都是来到我们 HITO 流行音乐奖的舞台。是的。有要不要说说你跟 HITO 的这个孽缘啊？会吧，跟 HITO 的这个姻缘姻缘。啊，其实很感谢我们 HITO 的所有的小姐姐们，对小哥哥们，对，从出道前就来到 HITO 跟大家见面，对，还没出道的时候就来，对，还没出道。然后就这么有成就，大家也看着我长大，对，所以一路上真的给我很多很多的机会，是能够表现自己，我很感谢。所以比一日 HITO 人，终身 HITO 魂，魂好不好？ Okay. 好，来跟我说一次，一日 HITO 人，终身 HITO 魂，终身 HITO 魂 ，Yes， you got it。好，明年欢迎再来 HITO 流行音乐奖哦，可以啊，再来最后。